那就是就是，然后还什么什么什么的中西奇迹啊。铁锅导热最快。对啊。你呀。会有毒，每一个锅子都有，你要怎么使用就好。白铁比较不会有毒。所以说白铁用的不错，因为白铁比较，可是它的铁子白铁那个它都是不会，那些白公司买的不会。你使用不当都会有毒，比如说加热过久，导致。它这个会生锈。它这个你要保护嘛，会把它保护，就不会。任何作用，它白铁比较不会。他呢？这个啊，这个随便那个天文啊，有了。对。所以那个当有名的那个是老师家的，老师用用也不想用，是吧？老师用名的比较省事啊，上面去拿就好。啊。用名的吧，比较省事。不是这样子啊。老师家里就是那个啊，那个什么。